可怕的就是每次换麦的时候，对，换麦怎么？第一次的时候，100个人在那排队，从前面都可以睡2个小时。哦，你是在中间带麦的老师看的？没有没有，我是人很多，对，人很多，你不要挖陷阱给我跳。我们那时候都是花钱买的，现在也是啊，全是不是花钱买的吗？没有，全是现在免费吗？免费吗？我也不。那是为什么要免费？没有，不是你不说给赞助了吗？真的？到底真的假的？假的吧？所以最关键全食的是什么？辣条、麻辣香锅面。像我们这种爱运动的人就要去跑步，然后跑步。但是我跟蒋毅是，我们两个是很，我们常去的，对啊，我可以帮你做这样，我真的每天都看到你在那跑步，对呀，是真的。然后因为还有我，因为我在边上跟他一起，还有我在那练赛，你们刚才表情是真的，你每天都在跑步，对，有，是真的。所以他那时候才瘦啊，就主要是唱，边跑边唱，他唱，老厉害了 ，Beyond。没有没有，就是因为那里也没有。你刚说什么？爱拼才会赢。再说一次，你说阿飞怎么？哎，才会。来，再三二一，说。阿飞才会赢。你在讲？什么？你为什么在等我？